来是台北市来出现着今年第一例本土天狗疫的病例，是大安区一个30多岁男性，目前安尼了解到感染源。也毋过，伊是住伫咧台北市大安区的建安里，遐是人潮真多，东区的上宽。前两天卫生局已经去消毒过了，再去进一步到这个男子捌去过拉面的店头来做店内环境的消毒控制。马来二点零，一家一户来喷油啊，都惊这个天狗日的疫情会来拓开。工作人员全副武装进行喷油的消毒。地点就伫咧台北市的东区，一趟早店家当讲拢无开门，清洁人员对水沟啊，还有各个角落拢详细消毒。台北市出现今年第一例本土天狗疫的病例，这位30多岁男性都住伫咧东区，卫生局这两天就派人伫个案所在地点的周边100公尺范围进行喷油啊，嘛甲店家沟通，到厝内消毒。男子曾经去过这拉面的店，门窗拢关起来，喷油啊消毒顺利完成。一阵消毒的时，有上班族在民众经过，拢赶紧离开。政府一定要喷啦！我还想说，地下室要不要喷？今天大概我们通知了304户左右的通知单。他现在状况已经恢复了，那状况不错了，恢复健康了。南区出现今年台北市本土天狗日的第一例，这有餐饮店、小食店、服装店未少，人出出入入，加疫情的扩散，卫生局赶紧加强消毒。